我们即将为大家直播的呢是正赛啊，第一轮的一场淘汰赛，对阵的双方呢是王磊八段和伊田纪基九段。那么在昨天的这个开幕式上呢，王磊八段呢是有一段非常有趣的话，他说目前的围棋呢是年轻人的天下了啊，能够时隔14年之后再一次站到决赛阶段的舞台上呢，要感谢我们国内的年轻棋手，所以呢要是这个在这次的比赛中呢要下得更好，从那儿也是对得起我们这些年轻棋手。而伊田的话呢就更有意思了，他说王磊的话呢是很有道理，不过王磊啊如果是放到我们日本的围棋界来讲呢，那是绝对的年轻棋手啊，您瞧这话里的玄机。所以呢这场比赛无论是在棋盘内还是在棋盘外，那绝对是非常的有故事。比赛呢已经是在两点钟开始了，我们也一起呢来回顾一下两个人猜先的情况。好，现在我们是进入了对局室，我们看到坐在屏幕右侧的这是我国的选手王磊八段，左侧的是身着和服的日本选手啊，日本的老虎伊田纪基。王磊是选择了单，哎呦，伊田老师拿了这么多子啊，很辛苦。担任这场比赛的裁判长呢，是我们德高望重的王汝南啊，王老。这是单，那这样呢，王磊是获得了执黑先行的权利。我们相信啊，电视机前的棋迷朋友呢应该是都具备着相当的棋力，不过这场比赛呢毕竟是一场顶尖高手之间的较量，所以呢我们要想把棋局看得更透彻，这个棋呢看得更舒畅，还是要请来最高水平的讲棋的高手。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两位讲棋水平达到十段的顶尖的高手啊，有请王源八段和化学名七段，有劳二位。各位棋友大家好。各位棋友大家好。这个主持人的开场白很逗哈。行，我们今天这个直播时间因为这个他们棋局正在进行当中，所以我们这快棋的欣赏呢最好是能够跟上他们的节奏，所以我们现在呢要不就先看棋。好的。待会儿有好多故事我们再慢慢给大家聊。这个黑棋呢是我们中国的王磊八段。这个开局呢是比较常见的。问题是几招之后小话它就变了哈。我觉得这在意料之中，就像主持人所说的，这个是个其实是两国之间最老棋手的一个对抗啊，最老，对，相对啊现在我刚才一问有90年代的嘛，所以说我觉得最老棋手的对抗，他的棋显然肯定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意外之喜啊。最老打一个引号，下出最新的格局。是好的，我们看黑棋王磊挂完了之后，这边又挂再来一个两将高家，又来一个二将高家，然后王磊就点角，对，这个点角呢，我们大家都会。那么最简单的定型就是这样了，黑棋立刻就可以获得实地，白棋呢外边，小花这个是外势还是什么呀？我觉得围棋就在于现在是外势，待会儿是孤棋，这个围棋的乐趣就在于这。你现在告我说是我可以回答你是好像是外势。很好，白棋下一招挂，黑棋王磊转到上边。这招棋王源老师你见过吗？对，首先呢这个华岭队说的对，他问着我了，我没见过。其次呢我们要倒过来往前推，刚才实际上黑棋这个二尖高加这个下法，二尖反加这个下法，事实上呢就是比较独特的下法哈。那么应付这个二尖反加是吧，这个怎么给它定名字很困难哈。这个下法是比较多的。对，但是被人家点脚之后成为现在流行型。对。我认为呢小花，我觉得伊田纪基的这个飞啊，是比较朴实的正规的一招啊。那么而且通过这招棋呢我觉得还可以看出啊，它反映了一个日本棋手的特点，是吧，日本棋手的棋风啊一般在可以选择的时候他都会下这样的棋，接下来我们接着看吧。挡住王磊这个挡是最简明的一招，那么白棋贴起来，黑棋再长，白棋再盖住，但我觉得感谢他们今天下的这盘棋，感谢他们这个新变化，这么一来呢又为我们最近啊时常要研究的新变化呢又提供了一个选择，多了一个。对对，下成这样之后黑棋王磊又不走了，那么白棋伊田纪基回过去把这个虎上，是吧，我觉得这两招棋应该说是符合棋理符合棋理，对。
然后呢黑棋王垒获得先手，把这个翘起来、嗯、这个头非常非常的大，嗯，白棋分头，嗯，黑棋在逼住，然后白棋在猜二，嗯，这样的棋局进程呢，我们的棋友看上去应该是一目了然的，我觉得是啊。黑棋下一招当然不能让他简简单单的做活，对，哎，要飞。反正就是说，黑棋的主题是要在这一带抢个先手。嗯嗯。白棋下一招跳起来，嗯、然后黑棋再打入。嗯。从他们两位的棋上来看呢，华鼎队我是这样想的，你看对不对啊？嗯、如果这个棋一直就平铺直叙的这个故事讲下去的话，嗯、似乎对于对方一天晋级九段来说相对有利。嗯。如果这个局面能够，这个风云啊，风起云涌，能够这样的话呢，嗯、是不是对我们王垒有利、嗯？你觉得呢？嗯，我觉得你讲的很婉转，也就是说，相对而言呢，王垒从战斗力上可能会好一点点。嗯嗯，对，因为毕竟是老虎，是很老道的。这个很多棋迷，那个中国的很多棋迷应该都是对益田基基有非常深刻的一个了解。对，资历深的棋友、嗯、应该是有印象、嗯。那么说起来，他们两位的年龄呢？王磊是77年的，益田基基是66年的，等于益田基基要年长11岁。嗯，对，但是呢他们都是本国这次参加比赛年纪最大的，然后又都是本国的那个，我们这个王磊是 CCTV 的亚军，亚军、他是那个 NHK 的亚军啊、嗯、对对对，好的好的，有很多线索、嗯、我们先跟上、嗯、那么白棋进入上边，黑棋当然是、没有，白棋先拖了一个啊，白棋先拖，对对 对，白棋先拖、嗯、这个是定型，然后虎，黑棋一定是虎，嗯，白棋呢立刻就把这个鼓住、嗯、黑棋王磊稳稳的退了，白棋一看这一带没有好棋走，就从上边去进入、嗯、这进入当时我看的时候啊，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这个棋局之前，嗯，我看到的时候我内心稍微有点高兴，嗯，我觉得益田要进这个地方啊、嗯、这个地方好像到处都有陷阱，嗯，那么是我们欢迎的，嗯啊嗯，小花还有另外一点，嗯，因为这带我如果不进去的话，黑棋怎么围啊？对，黑棋围的这个格局好像这样并不大，被人家二路一搬粘，对、嗯、黑棋要围要潇洒一点，要靠这个，嗯，甚至将来是不是要靠这些做这个文章？嗯，换句话说，不是很迫切。嗯，既然不是很迫切，那么白棋愿意进去的话，嗯、我们是欢迎的。嗯，然后呢？然后说不进其难是吧？我们看看吧，这个很复杂。当头一震，对，嗯、下一招棋呢，显示了益田基基他对这个局面的认识。嗯，其实呢，浓而统之。嗯，小话，我觉得啊，下到刚才这个格局的时候啊，嗯、我是觉得，相对说来有一点点一点点这个气象啊、嗯、是对益田基基有利，嗯啊，因为左上角这个定型啊，白棋如果变成实控的话，这块实控太大，但是下成现在这样呢，这个局面就很难讲了啊，但是不知道对不对哈，我们接着往下看，王磊呢当然是紧追，嗯，白棋一贴，黑棋再一跳，嗯，下一招棋刚才看到了一个画面啊，益田基基九段、嗯、他曾经是日本的第一人，是哎，而且我都还记得他小时候那个样子，小时候这个益田基基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孩的形象、嗯、现在也是成为大棋手了哈。那么他花了很多时间下了这么一招棋，嗯，对，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当时正好在电视那个画面上看见了、嗯、这手棋下下去的时候，他是我觉得他是很有气势的下了那么一步棋、嗯、其实也就是电视画面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感觉，哎，对对对、嗯、是很有气势，点在腰眼上、嗯、结果呢王磊啊清风拂山岗，从下边二路去滑去了。看下了这招棋的时候，我就在那想，今天上午在讲课讲围棋、嗯、围棋与那个文化的一个东西，我说啊、嗯、这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他躲闪开，他不接招、嗯、是吧，挺好，但是白棋下一招棋仍然很严厉，靠黑棋搬、嗯、这个地方呢双方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对这个转换，但是从这个气场上的感觉呢，我还是认为对我们有利。嗯啊，白棋呢就加，是对，嗯，比较有契合的，嗯，可以去搬起来。对，就这个地方，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哈、嗯，就是白棋这招棋花了很多时间，这个也是日本棋手的风格。嗯，但是呢，笼而统之，我觉得这招棋白棋如果要跟黑棋扛的话，这个必须要搬。对，我现在就没有发现搬住就是怎么样。对，嗯。那么实在呢，这是日本流下成这样之后，当然王磊非常高兴啊，一个锄头就挖进去了，他一搬必须接上，嗯，然后再爬，嗯，
白棋必须搬，黑棋本来可以搬，本来可以搬，就是你要断他就吃嘛，你吃他一提一提他就吃回来了。但是呢，王磊这会儿呢，可能已经判断这个形势啊，相对有利，所以他下得很稳。他搬这个，搬连搬，连搬一角吃，把吃接住。下成这样的结果呢，我们发现刚才左上角非常肥沃的一块白棋的角，现在变得谋了，什么都没有了。从再往后的推测来看呢，什么时候黑棋这搬他一下，白棋不知道下什么。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后四合，这是说不清楚。对，这个就叫沧海桑田。变桑田，沧海桑田的变化。好，下成这样之后呢，白棋一天接几点？对，这个等于说他这边损失了，这边要得到。对，围棋盘上还有一个永远说不清的东西，小华他是这样，我觉得我的体会，就是在某一个局部，比如这个局部，总的来说确实也可能是白棋亏了啊，也许有人认为是黑棋亏了。但是呢，如果他在这个变化下完之后，他争到一个先手，由于这一代的变化，它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这个可以说是气象的根源，全局气象的根源。那么这个气象会影响到别的地方，然后他只要是先手。对，他刚才即使是犯了小错误，有可能这个错误对于全局来说并不是很严重，有这样的现象。这个应该是我觉得在围棋之中是很常见的。比如说吧，你说现在这地方白棋抢到了先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黑棋也就只要在内带抢个先手，意思是一样的。它一样的嘛，翻过来覆过去一样的嘛。所以双方就是在这样的角逐当中啊，这个要是高手的话，翻过来覆过去，结果呢，局面居然始终是怪异的平衡，是吧？是。这个就不展开了，我们接着看它点。这个点呢，是不是最好的一招？我很怀疑，但是这属于日本流。一冲，这个是，刚才看棋的时候，华旭民领队，我们在这讨论这个棋，黑棋是应该退呢，还是应该挡呢？我的感觉是应该退，华领队他的感觉是应该挡。结果一看，王磊下的就是挡啊，看来你们心有灵犀，那么白棋就拐。总而言之，黑棋要在这一带抢先手啊，要抢先手。好的，他拐住。但是我对王磊这招棋，我觉得。用力有点过猛，用力有点，我觉得这差不多了。哦，是吗？这周围白棋那么厚啊，哦，是吗？你说白棋厚，人家王磊还在问是谁厚啊？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啊？这还有这个，这是中间还有个头。总而言之，这个是必须要拐的，这个是形状的要点。那白棋拐的是黑棋跳，白棋挡下来，黑棋再鼓下去。但是这个格局呢，我感到。小花，我觉得还是黑棋有利。确实是上边这一代的战斗下完了之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发现白棋一头栽进去的时候，在一个不是特别要紧的地方一头栽进去，走了半天呢，自己脚上的空没了。走了半天，这个地方当然黑棋也受一定的影响。关键是最终的结果，黑棋获得了先手。而下边这一代呢，总的来说啊，是谁先动手区别非常大的，结果黑棋先动手。黑棋这一先动手，这是现阶段全盘基本上是最值得开垦的一块地方。我们一看呢，白棋这个是相对弱，是吧？黑棋这个当然也不强。问题是这个地方先动手啊，我们就发现这一块白棋不好。其实我明白了，这块黑棋不好，这个不好。总的来说是白棋好像失策。我明白了，你是回到了原点了，就是说他这个打路时机不对。有可能，也许哈，希望我们的王磊加油哈，当然也希望一天晋级九段加油。反正是下到这个的时候呢，刚才正好他们那个中央台的汪导来说，这个时候一天已经用去了8次，也就是我们那个亚洲杯呢是有10次的30秒的机会，他已经用去了8次。好，这一压哇，这是日本棋手非常难受的一招。这招棋一压，我觉得但是这是日本棋手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招。对，但总的感觉吧，我觉得下了这一招之后，一天的心情会非常不好。黑棋下一招是贴，因为这个为什么舒服，就是怕被拐。这个贴也是王磊较劲的一招，长飞。黑白棋只好贴。贴。哇，这个贴的难受，黑棋是不是有尖出头？白棋必须藏，这要被一扳。哇，藏了半天也没多少东西啊。这个是我们好，形势我认为是我们好。跳过来。跳。这个跳倒是很稳啊，这个跳还有别的下法。你是不是想走在这一带？对对对对，这一带也行。因为中府这一带啊，只要黑棋飘到天上，这一团乌云啊，两边连成一片，活棋就完了，没多少空。而这个地方呢，白棋就要拿话来说，是吧？他走这个，这比较稳。这一招棋肯定的。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点出入，黑棋冲断吧。
这个冲段很刺激啊。这个招法我们看看他打。是，这个棋谱就到这，我们还连跟那个实际的进程还有一定的距离。还有一定距离，没关系，我们看着他们，我们现在可以聊点别的哈。嗯。就是这个亚洲杯电视快棋赛。嗯。它已经举办到第23届了、嗯、啊，那么是24年以前、嗯、23年24年以前、嗯、应该是1988年吧89年啊、嗯、那么这个比赛花岭队我觉得呢，第一个是世界围棋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这是其一，因为坚持了23年了、嗯、其次呢，这个比赛它正好很准确地讲述了现代围棋它的发展变化的轨迹。对，这昨天晚上我跟他们讨论就是这么一回事、啊、其实王源说的比较的，其实用数据就很能来说明一个问题、嗯嗯、就说这个23届呢，日本拿了9届、嗯、韩国拿了7届、嗯、中国拿了6届、嗯嗯、而在最近的7届里边、嗯、中国拿了4届、哦、对，日本拿了1届，韩国拿了2届、嗯、对对对，都有些棋友肯定回忆得起来，当时日本最火的一位棋手，我们其实好多中国棋友也非常喜欢的一位、嗯、他的大名叫武功正树、嗯、他一上来就连拿3届这个冠军，他一共拿了4届，一共拿了4届，他是这个比赛里边拿的最多的、啊、拿了4届、啊、第二个拿的最多的就是那个我们现在看的那伊田季琦，他拿了3次、啊、还有李世石，还有我们的于斌，我们于斌拿了2次，还有就是现在这次要下的孔杰，他是蝉联了2次、嗯、蝉联2次、嗯，这个，但是总的来说呢，现在在这个比赛当中、嗯、要找着过去围棋王国日本棋手的影子、嗯、就是冠军啊，越来越困难，嗯，是吧？嗯，昨天这个在欢迎宴会上呢，说刘主任说啊、嗯、说那个在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嗯、我们拿的冠军都不是在中国拿的哦，所以呢我们就很希望呢今天在这中国啊，对对，因为这个位置不同，我总希望我们那个棋手今天能够加油。 嗯对，这是一个话题啊、嗯，这是一个话题，还有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棋手。嗯，这个王磊八段呢，我们中国棋友对他都很了解，他现在是国家女队教练。嗯啊，嗯，这个国家女队教练，而且同时他还参加比赛，发挥的还不错。是啊，大家他在今年的围甲里边是四胜一负。四胜一负啊，成绩很好。嗯，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大赛，像我们亚洲杯电视会计赛，就是招商银行杯这个电视会计赛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世界赛。对。嗯，那么这个比赛当中，王磊他就存在着一个让他的段位提升一段的这么一个机会。对，是，因为现在参加段位赛，棋手参加段位赛实在是太辛苦、嗯、非常的辛苦，因为12天要下12盘棋、嗯、而且是夏天、嗯、所以王磊呢在这之前呢，是大家如果棋迷朋友对他有印象的话呢，他曾经在三星杯上和曹勋权老师下过获得了亚军、嗯、根据中国围棋协会的规定呢，只要获得过两次世界比赛的亚军呢，就可以升为九段、嗯、王磊呢现在是八段、嗯、所以14年之后呢，他又一次站到了这个舞台上，所以我们也为他加油。因为我们现在呢在等待棋谱哈，希望我们的编导跟他们这个联系一下，把棋谱给我们快送过来、嗯、我们好跟上。嗯，然后呢我们再接着聊一个话题。哎，我现在发现棋谱来了，我们现在话题先不说，先看棋啊、嗯、这个打吃了长，我们接着看。然后是冲。白棋冲。一打吃一长、白棋一冲。黑棋打吃。白棋长。一路贴下去。这个在两位高手他们的计算当中呢，虽然是30秒，但是也很清楚、嗯、这个只能挡。嗯。是吧，白棋拐吃吧。对。黑棋拍吃。嗯。这现在就看黑棋是里边是不是净吃了白棋的话，那还可以。对。白棋藏出去。藏出去。这个藏出去。嗯。那么黑棋提掉。嗯。好。白棋扳是应手，白棋先点了一个，这个结果呢是白棋好像缓过来一点，黑棋是冲，贴这个，但是是跟你的话刚才是不谋而合，他总而言之他是把这吃掉了，你刚才现在这不也是吃这个吗？对、啊，然后这不是也出头了吗？对、啊，这个、要说这没吃进，现在应该是很符合你的那个。是啊，我就说啊，是对于白棋相对有利，就是黑棋啊、还是走这个好，不要下这个，啊。我们接着往下看吧。它长，黑棋飞，对，就现在就这块棋有没有危险性？我很怀疑。这块棋，然后扳是应手，这个非常讨厌。这个也非常简单，只能如此了，只能点了。如果再有打劫，这棋就没法下了。对，行。101啊，那先交换了一个再走、这个地方是不是扳了一下？
对，搬了一下。这个刚才我们就提到了，搬没现在搬了再点的啊，现在搬他可能、先搬打浆、他走这个、这个、然后他再吃掉，他再吃掉、对对对，这个地方是这样的。现在白棋白棋拐、这个拐终于你看黑棋啊被白棋从这压开始，白棋下了一招、两招、三招棋才把这个挡住、啊，但是能挡住，白棋毕竟左边还有一些实地，黑棋是不是这个地方要连接一下？黑棋尖了一个，王磊继续下得很厚，我们先跟上他们实战。白棋走这个，白棋走这个，白棋就让这两个变损了，黑棋。对，嗯，然后黑棋是不是穿这个了？啊，黑棋可能是穿这个。现在我这边的棋谱就到这里。对，应该是这样。然后黑棋再走这个，对。应该是这样哈、因为要赶快跟上他们，然后白棋再顶过来，是吧？黑棋再走这个，白棋再断，黑棋再接，尖回去，白棋尖回去、黑棋再跳天元。哎呀、这个天元跳到我心里比较踏实。然后他再跳这个，看小猴子脸，对，飞出去。现在白棋是不是顶了一个？黑棋这儿搬一个。白棋挡上，这个刚才搬了、因为你拐的时候他顺手就搬了嘛、然后白棋很顶、终于呢跟上了、现在跟上了、太好了，这个棋黑棋这儿搬一下，打将，白棋叫吃、哇，这个地方究竟该怎么叫吃，这个真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很好，跟上就好了。那么我们跟上之后就有机会聊聊天儿。看看棋，同时呢、还可以判断一下形势。对，哎，这个很关键，大家肯定很想知道现在形势怎么样。对，我们现在从顶镜头看到的信息啊、其实非常好。我觉得我们快棋赛的转播啊，就是这个顶镜头它的信息好。从王磊这个手势当中，我们可以感到，虽然我们听不到，就是读秒声的催促。你觉得还可以是吗？就是他在忘我的思考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会突然警觉，觉得哎呦，读到比方说29秒了，他这招棋才马上下去，手势啊会不由自主的显得有一点紧迫或者慌乱。那么伊田这招棋下得很快，这个是他的一个，是日本棋手的，对，日本棋手的一种他们的习惯。对。他有的时候就不花时间，他认为必须下这个的时候他就不花时间。对。小华，其实作为快棋的经验来说啊、如果一个人的耐心特别好的话，他哪怕一招棋必须要下，他也要把30秒耗完再下。这样在中国这样的棋手非常多、因为他们经过围甲的锻炼之后啊，经常你在边上看会让你心惊肉跳。心惊肉跳。他都是到了9才下的。啊。这个刚才啊，右下角王磊的那个点，虽然把白棋看上去理论上吃掉了，但是白棋还是有味道。现在白棋伊田继续在右下角打，黑棋接住。对，下一招棋黑棋必须二路勒吃，是吧？对、对对对。那么伊田提掉之后呢，这个白棋黑棋必须二路爬回，爬回对。这样呢，在右边那个大飞的腰眼上有一个 刺、有个刺或者是戟，三路对是三路三路的点或者戟、这块棋呢。叫做百足虫死而不僵啊。全局的形势怎么样呢？我们就看着这个顶镜头哈。因为这个跟我们这个大盘实际上一样，说不定看顶镜头啊，它这个气氛感觉更好一点。对，是。左边这块白棋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空了。它是可以吃的。可以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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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白棋仍然有一些点的味道嘛。有这可以吃一走一走，哎呦，那局部已经是打结活了。为什么？他只要挡下来就打结活了，因为他一路滚完了之后再爬出去一猴就是两个眼。哦，有道理。这个是，日本棋手的风格，这招棋。就是说，刚才给大家用语言说了一下，白棋在右下角理论上已经是打结活了，只不过呢需要一箩一筐的劫材。那么现在呢，伊田选择的就是点比较简单的方式。当高手选择比较简单的方式的时候，在复杂的形势下，就说明他认为形势不错。这个是反向推理。而且这个打次正好不见得好。你现在挡下去的话，白棋贴起来以后，黑棋还明显的欠着那个
这块棋欠的东西。嗯，按理来说你只能二路挡下去。白棋点的时候黑棋只能挡下去。对啊，对，白棋贴起来你该怎么办？贴起来脚上这个上边那个五路有个虎。对，今天大家看这个画面，其实我们看一个快棋赛啊，要捕捉很多信息。你比方说现在这个信息，做记录的读秒的这一位是我国很有名的女子国手，是吧？嗯，就今年还代表我们国家参加了那个女子世界赛的，对，叫陈一鸣。叫陈一鸣。嗯，那么所以我们这个裁判啊，他的级别是很高的。嗯，如果待会儿镜头扫过来，这边还有一位，也是非常著名的。非常优秀的少女棋手。嗯，他们今天晚上都要去参加团体赛去了。哦，嗯，王磊选择了这个鸭，这个拼得很凶啊，这招棋右下角好像要出大事，这个棋好像我感觉非常不好。小花，对于这个全局形势啊，整体来说白棋非常的厚。嗯，因为白棋一点，王磊一压，这那么右下角呢，他这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结征啊，嗯，现在变得非常严重了。嗯，他二路一爬就马上有个结。哎，那么上边呢，白棋这个靠出来之后，右上角的黑棋好像又面临着一个严重的搜刮。而且这边左右下角白黑棋是欠得很大。嗯，对，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大盘来把刚才说到的这些线索啊，整理一下。嗯。我们回到大盘来整理一下啊，就是这个局面，来给大家看看。嗯，但他也吃，我们也已经有点忘我了。对，提他也接啊，叫吃。我现在一边看着他们的进程，就是这个点，这个本来这一档已经是打劫了，啊，就刚才给大家说了，你必须吃这个。当然你可以先提劫了，他一路滚过来，滚完了之后你必须要接上，接在这儿。嗯，他再一爬一猴，这一个眼，这一个眼，打劫活就已经有了。嗯，但是呢一天没有这样下，这个给大家说明一下。那么他就点了，他在一挡，白棋在上边一靠。嗯，刚才我感觉不好，还是回到刚才说的哈，这个线索整理一下。看来王磊八段这个跳，这招棋被一田一尖冲，被对方找着一个借力点，这个不好。嗯，这个有点问题。行，现在我们看到呢，白给大家看王磊实际上选择了这个，但这个仍然是打劫。这里头还是打劫，哦，会吗？你一贴啊，他一吃，他是不是对这有错觉啊？王磊是不是有错觉啊？这补了半天还是打劫，这很要命的，这很要命。这个要补就只能补这个，又补这个补进了，对啊，所以这个又有雪上加霜。哦，另外右上角这个地方，现在我们也是看齐了哈，右上角啊，一田积极选择了吃。这个是最简单的。早吃这个棋的话，应该是爬回来的。是啊，刚才我的感觉就二路爬回来，不应该打吃在里边的。对，嗯，现在这个棋呢是进入一天九段的步调了。其实啊，刚才给大家报告的时候也说到了，续盘阶段，我认为白棋两个二将高加，宽袍大袖的下过来呢，像是一田积极的路子。嗯，但是很快呢，白棋贸然进入了黑棋上边的阵地。那么王磊当头一震，待会儿二路再来个二踢脚一飞，这个局面好像变得对黑棋来说非常有利。然后转到这个棋盘的下边，王磊抢先动手的时候，这个局面毫无疑问是黑棋有利。但是在右下角到靠近下边这一带作战当中有问题，黑方操作有点问题，现在这个局面应该是比较困难。关键是这个棋走了一个右下角这两步棋走的是个废子，将来这个打劫太要命了，太要命了，太要命了。对，我们来看看啊，可能我们的棋友看到这儿还在关心，看看王磊八段他这个如果等他发现了这的话，嗯，他内心里会觉得，对，情绪会受影响。嗯，这个黑棋大概是应该在二路什么地方虎一个，我估计。就是在左边靠左边的二路，猴一个，虎一个，补不掉，啊，还得再补一个，怎么补都补不掉。这个，嗯，这太残忍了。但是全局的实况怎么样呢？我们数数。嗯。我们就看着顶镜头数哈，左上角到左边呢，现在黑棋二路应该虎一个，不然黑棋没有活。虎一个，这样一来呢，左上角白棋有一二三四五六到七目。
上边白棋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八加七二十五，二十五。左边这块白棋算活棋有五目，三十，三十下边二四六八三十八，四十四二四四四十五。白棋是四十五目朝外，现在黑棋王磊选择的是三路虎而不是二路虎，这是要对白棋左下角一块有点想法。对，一田肯定是打拔，打拔，对对，一田肯定是把左下角那个二路子打拔掉，而且对于一田来说觉得打拔挺舒服的。对，那么白棋已经是四十五目朝外了，黑棋呢如果右下角全部是实地的话，右下角是有有这个几啊，他还是在想这个对中间的大龙做活之前对大龙对有一些想法哈。接着刚才的话题说，右下角如果是黑棋的实地的话，是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二四二六二八三三二三四三六三十八，很接近四十目。如果是实地的话，但是全盘别的地方黑棋这个目就非常少了。一间啊、哦，那这个棋，关键最致命的是。下到最后来一个打劫，那个打劫，这个劫它需要一个劫财，两个劫财，三个劫财，四个劫财，五个劫财。嗯，但是也还好，黑棋右下角白棋来了，来了来了，这个白棋需要五个劫财，一个两个三个一个两个四个，有有有，它右上角就有两个很讨厌的劫，对，右上角、右上角啊，一二一点。又不损官，又是一、二、三个劫财，一二一点再往上一挤，往二二一挤，这个绝对受了一下打击，特别是快棋这个时候，突然发现有棋的时候，内心里会有一种崩溃的感觉。这个下棋它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也有突然就是逆转啊，突然这个绝处逢生，那种感觉也很美妙。好，现在我们看他第一个劫财冲啊，这个冲，这是日本棋手的习惯，先走不损的。这个刚才还是王磊八段乐观了一点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棋手啊，一边看着他们的棋，刚才介绍了王磊，我们很想给王磊加油，希望他借这个比赛啊又升上一段。现在再来说说伊田纪基，伊田纪基呢曾经是日本棋界基本上是第一人。夺得过日本的名人，而且他在日本棋界乃至世界棋界啊，还有一些别的一些线索。是，也就是说，他最早的时候是李昌镐的克星子孙。对了，是，当时在李昌镐几乎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时候，只有日本的伊田纪基能够办他。是，而且他成绩还是领先的。而且伊田呢，他也是典型的，就是说在日本那种文化或者日本围棋文化当中的一种典型的代表。这个要说，对于围棋啊，他是看得很那个，当成一种信仰在看。是。所以他现在每天都是刻苦训练，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而且电视画面大家看到了伊田，嗯，也不知道大家注意过这么一个细节问题。嗯。伊田啊，只有在重大比赛的时候，他才穿和服。对对对。对是，他在日本重大比赛，哎呦，果然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免费劫财，免费的那个劫财，这个是很讨厌的。将来你挡下去，上来二一挤，然后再一打吃，这地方有三个劫财。对，你看这个中央台很给善解人意的给了我们一个伊田的那个成绩啊，资料，对，而且他挺绝的，作为一个。这个大高手，我们也可以说嘛，围棋大高手也可以说是艺术家了。他确实是很有那种味道。同时呢，小花你知道吗？我是知道啊，他的对于中国棋手特别友好。对于年轻棋手这些啊，特别友好。好像他就是这咱们中国棋手去参加比赛，他管饭。就豪华管饭。这样的举动都已经好几次了。那么这是伊田纪基九段的一些线索，但是在最近这些年的世界围棋舞台上，要找伊田九段的影子，也是非常困难的。对，是。黑棋这个挡呢，是一个不损官的劫财，但与此同时呢，又给白棋送了一个劫财，送了一个非常讨厌的劫财。
这就是下一招白棋多半就会去点点进去，对。那么现在这个格局呢，由于右下角涉及到一个黑棋绝对不能输的劫，总的来说是我们的王磊比较困难，是吧？提掉挤，哎呦，这个挤又是，就是刚才给大家提到的，就这两个劫材呢，是白棋既是劫材又不亏，这个有点要命。对，心情很愉快的，我们想给王磊加油啊，给他给力，但是现在从劫材情况上来看。关键白棋他这个棋局的画面、好像有点清楚，对，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劫外生枝的，对，也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劫，当然是白棋打赢那我们就不用说了，对，就说黑棋打赢，白棋在外边就是在就算是黑棋毫发无损，这个就算我收两个大官子，这个怎么样？对，我感觉如果是白棋收两个一般的大官子的话、应该是细棋白棋还可以，对，那王磊只好吃这个。这会儿我们没有看到刚才伊田季姬挡下去王磊的表情，因为他突然发现右下角居然有棋，这个表情应该是，会有所反应的哈。对。不然的话呢，最初他这个断吃不是他一断吃我们都很吃惊吗？对啊，这个一般的感觉确实没有，真的是没有断吃的道理。没有断吃的感觉，这个棋如果王磊输掉的话呢、还是确实觉得有点惋惜。但是我们经常议论棋局啊，我发现啊，有的时候啊、这个语言啊用词啊这都变得有点雷同了哈、输了棋就说哎呀遗憾，看能不能以后找点别的说法。不过再怎么说你会说哎呀这棋你看我站在上面讲我都看见这个不应该打吃、旁观者清。实际上呢他对局的时候他由于他的时间的限制然后他会顺着一根筋就是一个思路上去也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现在我们看那个舞台上的线索啊两边都没有保留时间了。还有呢刚才左边这个小女孩她叫于之莹。是我们也是国家女队的，你介绍一下情况。她是国家女队最年轻的队员，是1998年生的。应该说是前，其实大家也应该有所知道，就前段时间她还赢了好几个有名的棋手。对，她是四大九段啊，我们的少女于之莹是过关斩将啊。但是我是不太宣传他这些东西的、对我觉得小女孩还应该再努力，对对对，她因为输给曹大元的盘棋就下得不是特别好，对，这个也正常哈、这个华岭队就是担心我们的这些年轻棋手被捧杀是吧、不过那个于之莹还是非常的努力的，对，都是很好的，好的，我们看看右下角这个劫呢仍然是在这样打，我们一边看呢，没关系，大家就看着顶镜头啊，我还是尽量摆一摆挡住，我们两个也是忘我的看着那个棋，然后待会回到大盘的时候一看大盘上看什么都没有，对，所以现在就这个希望这个镜头不要回到大盘啊，对，我们先把这个把这些补丁补好再说，一叫吃这个地方尖了冲了，然后搬了，提掉，很好。这个看围棋，这个电视快棋赛啊，我觉得对棋友们来说，应该说觉得还是比较舒服的啊。如果我们是慢棋赛，小话，我们那种每方三个小时的棋。那看起来是不是就有点辛苦了？那个看起来我就觉得这是一种要慢慢的品味了。所以说，我觉得快棋、然后做直播，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对，而且是这么高规格的一个比赛啊。是是是。我们基本上这个补丁打得差不多了吧？现在是黑棋在找劫材。黑棋早就在上边白棋也点了，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点是黑棋难受的，接住，因为没办法，时间也没了，双方都是零，就意味着双方的这个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没了，从现在开始都必须在30秒之内下棋，是，
最后王磊感觉上来说应该是双方最后下完以后，白棋在外边走两个大关子，和平相处啊，对，大家干戈化玉帛啊，但是呢你这个利益还是被他卷走了，是啊。上边关键是啊，在棋盘上边左上角，嗯，白棋在 C 进去叫吃这个地方，黑棋不能不应，好像那是，是吧？如果他必须要应，他白棋还有两个劫材，俩劫材这有点盯不住、嗯。左下角呢，白棋还有苦肉计的劫材，就是非常损的断在里头，左下角，什么地方？左下角。左下角啊，我不用断里头，我就叫吃一个就足够了。啊，一路拍吃最好。对，我一路拍吃，一路拍吃你只能接住嘛，你只能接住，对对对。我又不损。哎呦呦，一天果然去 C。所以这个黑棋来说是苦，黑棋苦战，太苦，而且中间那个真要找劫的时候，中间是有劫材的。嗯，中间我苦一点找个劫材，所以感觉上是黑棋不太妙。我觉得呢，这盘棋啊，到现在为止，虽然离输赢还有一段距离，但总的来说呢，我感到我们的王磊呢，把这个格局啊，他不知不觉的就下到了一田忌及九段比较擅长、比较擅长的那种日本流比较擅长的格局当中了。这个和当今的中韩两国年轻棋手他们下的那种格局不同，就是没有出现暴风骤雨的局面。你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发挥王磊你刚开始说的王磊的特长？对，嗯，这个是从这盘棋上来看给我这个印象吧。还有就是这个棋也印证了一个最古老的一个说法，啊，就是一招不胜，这个满盘皆输。这个绝对是，这一招下去像个废。你看现在看看这招子顶在那三路的那招子，就跟半废子差不多。对对对，这个地方基本上在右下角这一带，王磊八段呢是出现了两个问题，错觉，这绝对是错觉了。一个是 C 进去断吃这一招，嗯，第二个是加补的横顶这一招，对对对，这两招棋也出了问题。虽然说他的判断可能说这个地方特别大要补是正常的，但是他的招数不对，嗯，这个回去于子颖要问问王磊，说你为什么顶在这？王老师，你为什么要顶这个？那个，我估计那小姑娘肯定看清楚了。对，小姑娘这种地方比较强，比较强啊。嗯嗯，这一题现在右下角这块白棋要活呢，黑棋还有两个本身劫，就你提过来，他再扑你一下。对。但是白棋呢，他你看他这又是不花钱的劫材，对，这有点要命。就底下来说，黑棋再要找白棋，只有出了一个一路扑以外，还不知道哪个劫是看得见的不损的。对，已经是非常要命的。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啊，小华在左上角，刚才黑棋那个一路挡啊，我看上去有点不舒服哈。嗯，我就说送给黑棋，送给白棋劫材啊，他应该搬，应该搬在一路。搬，他觉得损呢。你叫吃，他在接，应该这样。那他不觉得那个外围你已经是先天不足了，你还损？这个太损了，心情很不爽，很不爽啊！嗯，哎呀，非常之微妙啊！嗯，在今天上午已经结束了一盘棋啊，是日本的山田圭三生赢了一个韩国的希望之星，对，被在我们中国也是比较有名的，叫朴廷桓。朴廷桓，对，这孩子也非常厉害。嗯，对。他们的胜者呢，将跟那个我们的那个上届冠军孔杰相遇。啊，对对对，哎呦，我觉得我们孔杰既然已经蝉联两次了，是不是啊？是。那干脆就何妨再往下走嘛？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嗯。哇，这个简直是这个节打的嘞，天荒地老啊！嗯。孔杰是前段时间调子不是太好，但是这两天呢有所恢复，在昌棋杯上呢已经进入了前四名，哦，而且他的下一个对手我觉得大家肯定非常乐意看到的，但是呢是在半决赛三番棋，稍稍又有点大家又觉得遗憾的，是跟他的一个老对手古力，命运中注定的这个一生的对手和朋友，是在我们棋界啊经常有这种情况，就是其实在各个竞技体育当中啊，这种单打独斗的实际上都有这种情况，就是诸葛亮和周瑜的这么一种关系，是当然了，我们一般说是说什么诸葛亮好像胜了周瑜，实际上不一定，从历史上来看啊，还不如说是最终诸葛亮是输给周瑜了。对，我觉得这是互相的，互相的，那么就经常有，你比方过去
在中国我们这个有陈祖德老师，后来他紧接着跟上的是聂卫平老师，嗯，对吧？是陈聂，很快呢又由陈聂变成了聂马。是，马晓春十来岁，大概十，他是十八岁的时候夺全国冠军吧？好像，是八。我想想，八零年在乐山。乐山是刘晓光冠军。那就是八一年在温州。对。八一年在温州。或者是八二年广州。回顾那个围棋历史。不，我们围棋啊，它确实这个好。我觉得，因为围棋的它过去的历史故事要讲起来的话，你要提供素材资料的时候很方便。你把棋谱拿出来。我已经把王老师打断了，然后后边呢就是马晓春和常浩。好，我们现在看到看到出现了这个，我们赶快把它跟上，跟上、不着急，我们先摆摆啊，大家先看顶镜头，我们先尽量跟上。这个故事讲得太高兴了啊。白棋居然把这接上，黑棋找到哪个劫材啊？就上边这个搬、搬，白棋把它接上了。搬。然后上边这个劫呢，已经打成这样了，全走掉了。对，走掉了。黑棋接住，白棋接住。嗯，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想要回到大盘，我们可以回到大盘。那么王磊扣吃，实际上在上边呢，王磊八段给白棋，这个扣吃过来很大，再尝一下，必须的，这个要尝一下。哎呦，一天这个接得飞快，你看这个地方啊，就体现了日本棋手的一个价值观，我觉得，或者说他们的一种审美判断。像刚才这个接。黑棋这个长一个接，这个也许就是这些细节呢，要说起来，你要写文章的时候可以不提啊，但其实非常有味道。我们看快棋赛就是这样，就他说这个棋我赢了，天塌下来我别的都不下，我赶快把它做活。是，他实际上是这个语言。按理说呢，他也可以多考虑一下。嗯，但是是不是他赢了呢？待会我们再来判断啊。黑棋王磊收了一个最大的官子，这个地方白棋有个挤。嗯，收了一个最大的官子，因为右下角啊，突然是。这个天翻地覆，怎么会变成白棋的棋？这个其实我觉得以我的感觉来说呢，是不用判断，肯定白棋好。肯定。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就反过来推理，当初白棋靠出来的时候，黑棋补了一个。当黑棋补一个的时候，黑棋也可以搬。这个时候白棋这里边是没有活。而现在白棋等于说没花一手棋做活了，你再吃了一个而已。所以这个年终结算白棋肯定是便宜啊，都不用数了。当然你不用被我误导，我的这个正常的一种推理。我觉得你既然说到年终结算，我们还是要打着那个算盘啊，噼里啪啦，我们先把它数一下。好，行，我那小花你来数吧，我就看监视这个进程。好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十一。实在是数不出目来，黑棋，黑棋就三十一目，白棋也没什么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十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白棋二十八是肯定有的，黑棋三十一，三十一这可能还能攒两目。应该是黑棋差一点，因为盘这个是在中国下，是黑棋要贴三有四分之三子。如果在日本和韩国下呢，是六目半。这个一目棋也是很大的。现在呢，结论是这个棋，黑棋应该贴不出目，贴不出目，但是棋仍然细嘛，是吧？棋仍然细。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这盘棋呢还有一个地方有点悬念。什么时候黑棋顺便把这个官子收掉的时候，如果白棋警惕性不够的话，我觉得好像要吃棋是吧？那这可能还有故事。现在黑棋这个棋还很难说，应该说是白棋好，但是呢，我觉得还很难说。这会不会点到二路上去？有没有这个？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吧。啊，有吗？我们想想办法。我就算傻猴一个，你傻猴他尖啊。你说我还没活，你要收官是吧？收官带吃棋嘛，两个事一起办。收官的话，那我就对不起了，你就干这个。好，我们看到王磊实际上是下的这个。对，就我就感觉有二路点，不知道能不能点进来。好的好的，各位棋友，现在呢，我们在这个研究室里，这个主持人啊正在要做一个采访，我们一块儿去一起看看。没有地基之前。不见得就输了，输现在也说不上。
好，这盘棋呢杀的也是天昏地暗的，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棋迷朋友呢现在是云山雾罩，看不明白。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呢在研究室，我们请到了很多的高手。我们看现在坐在我身边的就是国家围棋队的总教练于斌啊，于九段，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刚才这个局面，这个转换是亏了还是赚了？我是比较关心中国棋手的棋啊，我总是为黑棋的有几个棋啊，我觉得没抓住机会啊，比较惋惜。至于一田的下盘，咱们就不谈了。哎，这地方呢，打进了白棋活了，还是比较可惜的。在这个活这个角之前啊，黑棋我觉得有两步棋，有那么个机会。一个呢，他在虎这个之前啊，其实这步抢得过头了，应该这时候补一个。这样就没考虑到这边黑棋还是有点危险，所以补强一下。也不是，他是因为这个价值大，并且呢，还可以牵制白棋这个，所以他愿意再抢一步。但是伊田用这个戟先手防住这块棋的死活以后，他就开劫了。开劫打下来以后呢，实战结果就让白棋活了。这个最后的来说，这种官子啊，这么大的一个角啊，还是经济实惠的。那作为黑棋的补偿呢？黑棋在这地方要了一些。得了这个以后呢，现在的局面倒是还是不一定黑棋输。黑棋还有在过程中，我是觉得这步挡啊，就冲的那个硬劫啊有点问题。黑棋应该先冲击他这一块，在挡之前先冲击几下，可以制造出不少劫材。那样的话，黑棋这个劫可能还是能打赢。如果那样的话，黑棋就是比现在要主动。现在呢，已经这边的战斗结束了，那个白棋捞了很实惠。不过呢，黑棋呢之前实力非常多，即使损失了这个以后呢，我仔细判断呢，这个局面呢还是有点戏，就看黑棋啊利用那个外面的一些后卫啊，能不能对这些还有这边的定型啊有一些冲击。还是有希望的。听您这么一分析，我们已经明确多了。好，感谢于老的分析，我们继续呢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啊，谢谢。十。任务完成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招棋，伊田季姬是小心翼翼地把这个眼做起来了。但是呢，我们看棋盘的右边，刚才黑棋二路透点之后，而且又把那个子拉回来了，这个地方实际上占了大便宜了。是啊，所以这盘棋如果最终我们王磊坚持到最后啊，领先对方半步闯线的话，我觉得对伊田季姬来说又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对，伊田好像这棋我觉得有点下的怎么回事，太稳了吧。对，怎么这个就是说被二路点进去以后，然后跳补一个，这个很痛苦。对，这个我就不太明白，这棋挡下去是难道敢接吗？对，看上去显然是应该挡下去的，这个黑棋太舒服了。对，行，我们为王磊加油，因为王磊啊，在右下角一带确实获得了便宜。对，右下角是犯了初级错误，那么在右边确实获得了便宜。这个棋呢，这个棋跟我刚才的判断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这个地方没想到，我这刚才点的时候是没点进去，这地方点了白棋一二三四五六七目。现在呢，你这是一二三四五也是七目，但是黑棋是。黑棋得目了，这个一来一去差别很大。现在呢，棋盘的左下角左边那个一路度过，我觉得如果黑棋能度过的话，黑棋要是能度，哎呦，这个亏了一个劫材，度过要加进去的，加下去你怎么办？一加我那边二路再一蹲啊，这样是不是就已经便宜了？二路蹲后手啊？对啊，因为你如果我。左边这个一路不透过被他搬，是吧？这个搬上去白来的利益。这棋刚才王磊就是在计算，想象不到，这个又是棋盘上一个想象不到的，居然这个棋，哇，他就挡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冲刺先手要飞死的，那我再渡回呢？那再渡回，那好像黑棋，哎呀，我们。非常意外的，非常高兴的要提出这个问题，这样黑棋是不是可以？因为我刚才可是算白棋先手扳的一路啊，这个出路就太大了。对，这个棋我突然发现，哎呀，看到曙光，哎呦，王磊立，这个王磊认为赢了，不然这个棋是应该度过，还是度过好？哦，我明白，哎，不对啊，就是应该度过，度过的话，他二路打出是拍嘛，拍我就挡住嘛。你提我就接上嘛，
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嗯，对，大家现在看着点镜头，嗯，我再来给大家再点一遍幕啊，嗯。白棋的右下角是提掉一个子两个子，一二三四目棋，四目棋，五六七八九十目，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十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二九三十三一三二，哎呀，这个真是可怜啊！全盘怎么才三十多目棋啊？这盘棋是不是要创一个记录啊？双方的有效目数都是在四十目以内啊，三十二目。黑棋呢，左下角是十，二四六。二四六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二二三十二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三五，哎呦，刚才我数白棋好像是三十二目左右，黑棋是三十六啊，那这个棋我们还得努一把力。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三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九二十二一二二四二五，哎，我真是不明白啊。白棋怎么收这个啊？左边，左边现在黑棋左下角一路这个力巨大嘛。六七，接上这个是倒是这个接倒是不花钱的，这是可以的。这被一路搬一下先手嘛。那就左边那个一路力化领队是不是最大的？应该是吧，中间没有什么危险吧？中间黑棋由下边到中间的整条黑棋大龙已经从那边连回去了。那边还没连回去呢。啊，那边我倒冲过来呢。哇，花脸的你这个中间他这为什么执着的要，哎，要王磊的看法跟我一样啊，那是他只能拼这个，我跟王磊的看法一样，他只能拼这个，因为他中间我总觉得怎么看着薄乎乎的，那白棋就飞出来飞过来，对对，啊，他就跳，他为什么跑那个二路那个子就是为了那个跳啊，哦，这个要不然的你就说这架子一路搬是最大的吗？嗯，我们又是没有跟上两，我们两个人今天，我们跟大家一样啊，跟今天收看我们这个直播节目的广大棋友一样，都很投入。嗯，而且总的来说吧，我觉得他们这盘棋下出了非常浓郁的戏剧性。嗯，这个实际上挺好的。他跑，嗯。对，哇塞，这个我们再来补啊！大家看着他们实战的进程，我们都不耽误。这个，这有个尖出来没摆。嗯，对。然后他跳，嗯，黑棋虎住，嗯，白棋这个双，这是延时打家，哎，又延长一次时间，然后再把全局的目数一数，这个棋呢，其实比想象的细，小话，嗯，还是比想象的细。王磊接上，王磊接上，中间白棋这个飞，这个也不小，是吧？这个小。这个冲吃大不大？这边是该怎么收过呢？这边将来就尝一下算了，总不能冲吧？我们看他们的吧，看他们两位高手在官子上给我们要交给我们一些什么东西。一天好像想提这个字，冲过来，这个冲是比较厚的。嗯，说到这个快棋啊，我觉得这个下围棋呢，现在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下法一般都比较激烈了，所以他下到后盘的时候啊，对棋手的速算能力要求太高。是啊，你如果平常不是勤学苦练，不是熟能生巧的话，那么在有限的时间当中要计算非常多的变化，要做出得这个取舍，这个非常难。因此常常会出现什么呢？如果你不是综合的这个素质都很好，比方说你的记忆很好，你的计算很好，你的心态很好，你的这个耐力，就是你的持之以恒这个耐力很好的话，你赢一盘棋是千难万难。下到后来你好了大半天，一招棋就输了。你这个是不是说的快棋，所以围棋的那个整个的素质就是这样。对。冲。对。快棋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因为那时候也老讲快棋的那个直播啊，现场的东西，就是说快棋最主要的是一个理智，理智就是他对于一个理智的一种判断，有的时候你就是说不能把一种形势有一点好或者有一点差，你把它无形之中的扩大化啊，放大化，嗯，或者缩小化，嗯，哈，二三四五
他对棋手的要求确实是很高。哎，我们看这个手势，实际上他也是有信息的。王磊八段刚才那个手势呢，显然就是稍微有点犹豫。哎，因为人嘛，人非草木啊，孰能无情呢？所以他总是有的时候会出现。你看这个也是有点犹豫。这一题啊，是刚才大概在五六招以前，我就看见伊田纪纪这个手在这晃，就想把这个子提起来。嗯，这也是日本棋手的一个习惯。事实上像这样的棋呢，它并不是太大，但是他们啊，就是想有些时候认为我赢了，我想把这个局面收拾得干净一点，清楚一点。接上下边一招棋，左边这个街呢是四，一路街是四目棋，一路打吃比较大吧？一路打吃，哦，一路打吃它可以接，这个总是尝一下算了，这也是一个习惯。人家三个子叫吃一个子，如果你可以跑的话，一般来说应该跑一下。跑的时候黑棋下一招应该是要接上的，就是下棋呢能够接上啊，我是说能够接上，那么还是接上好。就是一气清通，把全村都连成一片啊！这样的东西呢，假如没有别的选择的时候，这是很大的。王磊，哎呦，王磊就不接，他偏要接这个。嘿，这个棋是啊，那么下一步白棋接上，黑棋还得接。现在白棋是两冲，就在王磊刚才接这个地方，白棋会往外冲，哎，下边先冲一下，然后上边再冲一下。现在这棋大概可以点，我来点一下目吧。可以点一下目啊，行。一二三四五六。对，先冲外边。哎呦呦，应该先冲这个。这一期我看看瞧，先冲这个，他接那个。哎呀，这个真是令人很困惑。这两个冲应该先冲哪一个？又是围棋上，经常有的时候我们要煽乎一下，就跟大家说这种小地方可以写一篇论文，究竟应该先冲哪一个。实际上呢也可能两个冲，最后对方都应你了，但是他先冲哪一个还是有不同。你比方现在白棋再冲打这一招棋，黑棋就可能不理。刚才如果先冲这个呢，白棋冲的是黑棋很难不理，因为下边一招棋白棋会从外边往里边叫吃，这个王磊肯定不理他了。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那就四十，撑死四十。现在王磊是不是会在中府靠下边一带点刺一个？就是中府靠右下角一带啊，外边有一个点刺啊，王磊还是接上了。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这个棋的后盘呢，就完全双方是在比关子了。比关子这种格局本身就是相对说来对伊田纪纪九段有利一点点。接上怎么样？花林队，白棋应该比我们想象的细吗？比我们想象的细，但是白棋应该好一点。好一点是一目半。对，一目半左右。一目半左右，按中国规则，因为黑棋要贴三要四分之三子，所以最终结果啊，所谓一目半，也就是数子的时候，白棋可能会剩四分之一子。21，那也很细了。很细，现在有可能是一目半。点嘛，刚才我就说要点这个。我说实在，我也没有点清楚，但是，很细。这有两目是吧？嗯。这白棋黑棋有两目的地方。对啊。很好，很好，我们这个棋看出味道了啊！看出味道了，这个棋比想象的细。细，嗯。现在是马拉松比赛，双方在耗到最后一百米，一、二，快要进体育场了。十二、十三、四十五、十六、六、七、十六、八、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这应该还有一，二四、二五、二六。现在我就在搜索盘面，花领队呢是在数目，现在棋盘下边这个叫吃。叫吃是，是比较大的棋盘下边，所以王磊，把它冲进去，就下边一路冲进去这招棋，一路，十八、十九，哎呦，他走到五六路去了哈，这招棋也很厚，从形状上来说很厚，好棋，
哎，一天马上挡了。刚才我说的就是黑棋很想走这一招，七八九十十，但是这一教吃呢，白棋教吃，黑棋不要理他，黑棋应该是一路先尖一下，一路先尖一下。那么下一步黑白棋提两个子呢，黑棋可以打二还一，等于就是白棋也就是先手一目棋而已。哎呦，往里接了，好好好，王磊接了冲。哎，这个冲呢是绝仙，黑棋要挡住。现在我猜的这些都没猜对啊，所以这个官子跟他们高手相比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啊，很细哈。好，半目胜负，好像半目胜负啊，四分之一子或者四分之三子。嗯，这个就下出了非常好的戏剧性啊。冲挡住，现在我看，以我的眼光来看，这个地方有个悬念是什么呢？棋盘的下边，白棋刚才非常想提也提到的这个地方，将来这个劫谁能够获胜？这个你想说的是谁能够获胜的话，这棋可能就谁赢了。谁赢了？对，很好。这个棋我们下到现在啊，虽然过程当中有些酸甜苦辣，但是最终的结果，两大高手还是下出了半目胜负。官子好像还是黑棋便宜了。黑棋巨大的便宜是右边那个二路透点，那锄头挖进去，我更黑，我想一路点，结果你不理我，你直接尖到二路吃我。点一个，对，下一步白棋是往里冲，往下边，往里边冲， 对， 对，再往外顶，对，要往里冲。但这地方我刚才就是点了黑棋四目棋，哎呦，我都不记得了，刚才这两位把这个富裕的时间都用完，双方都是零，坚持多久了？好像一个小时了吧。这个太累了。那个一天是早就零了，早就零了，对啊，早就清零了啊。这个地方并没有出昏招啊，那么下一步白棋是顶，黑棋应该是单打回来，这个是真是艰苦。嗯，这个我觉得他们这些职业高手啊，真是很了不起。这个跟目数是有关系的啊，这等于说是哎。这棋啊，你还说跟死活有关系吗？我要，对啊，我要吃你，你这块棋没活啊。这有个眼，这有个眼，这哎，这算一个眼，哎，正好这个招，所以说大，这个大，这有个眼，这有个眼啊，嗯，黑棋挡上了，等于下边一招棋，白棋是在左下角这一带要拐一个吧，还是怎么着？先打吃，这是关的，白棋黑棋，白棋打吃的时候，黑棋最酷，如果他劫财用不完，他的钱用不完的话，他就不理了。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嗯，你认为不可能的？那个左边那个一路点鞋多得很，啊，这个还是接住吧。接住啊，嗯，接住算了啊。嗯，当忍得则忍呐，啊。对，接住。那么白棋下边一招棋是会竖进去，这个地方会竖进去。竖进去，对。以团嘛，所以说对，所以说黑棋稍微是欠着一点点的。下边是左下角白棋在黑棋一叫吃就是一个眼的那个地方给它竖进去，嗯，应该是这样说。华领队，你过去下棋的时候读秒超时过吗？读秒超时，哎呦呦，果然读秒一般来说不会超时啊，这个也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其实是一样的，等你读秒超时的时候，除非你有季节故障，如果不是的话，那你这棋本来就输了，哈哈，本来就输了要不然一般来说不会超时。突然之间很没有信心啊，我本来就输了。我只是在印证你这个说法。对，你的意思说你有读秒，读秒没有输然后超时的是吗？有我是在网上，网上下的，那网上的就很正常了。果然白棋一天也竖了，那么王磊也把这个眼胖起来了，白棋下一招一定是读秒，读到29的时候顺便焊接一下。
你看刚才一天下那么快干什么？对，现在他要那个，他显然是在点目，这又印证了你的说法。刚才他觉得这棋肯定赢了，下的那么快，现在他下一步点一下目，对，所以说他就慢了。而且他突然发现这个棋居然不赢。对，不是那，就是我说刚才又印证了我的说法，就是说你觉得你的优势吃一点的便宜，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无形之中扩大化，这是快棋中最容易犯的一种错误。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人嘛，他有感情的，对，就是我们说有的时候人很主观，总认为自己对。对，其实他是很正常的。是，你说哪有一个人那么冷静啊？永远是别人都对，对，永远在反省自己，无一日三省吾身啊。嗯，那是不可能的。对，他都是这样的嘛，就是要犯错误也是必然的。嗯，不犯错误就是、就怪了，对，就怪了，不自然了。是。现在左边那个一路尖，左下左上角那个一路尖有没有一点摸啊？左上角一路尖，什么地方啊？也没什么用，差不多。啊，那是无所谓，无所谓。那就是右边。一路边往里爬，这个爬，这个爬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就是这个老早铺过一个。这个爬黑棋会尖他一下吧？我觉得，尖一下好像是，好像有什么千分之一目的利益之类的。我这也是调侃啊。这个已经打掉了。哎，小花，现在的局面逐渐变成我们刚才假设的那个了啊。下边这个劫，对，如果白棋一直这个从天亮扛到天黑就是不接，那黑棋也打不过，那白棋就赢了。对，哎，现在是17目，我现在如果我王磊迫使他点一下目，在两目官子收完之前，白棋必须要接。感觉上黑棋要胜。22, 22, 23, 25, 26, 27, 28, 29, 30, 31。哇，哎，华领队看怎么会还有这种招法？哪个？这是胜招还是败招啊？现在白棋这一拖，是胜招还是败招啊？他要抠，他要你要吃掉的话，他要抠那一幕。所以刚才我说黑棋尖一个好，这地方黑棋不要打，欠这个地方黑棋欠着一点。31，对，但是我还是很怀疑这个白棋是胜招还是败招，因为下边黑棋有一个著名的金鸡独立，一天鸡鸡只有收这个，哎，哎呦，收这个好还是处那个好？35, 35是4的，1,2,3,4,5,6,7,8,9,10,11,12,13,14,15，收这个。16,17。哎呀，刚才这个一路拖啊，我们要写文章可以写一个标题啊，胜招还是败招，然后画一个问号，成为一个文章的标题。31,32。冲，这个冲是岩石打江。33,35,36,37,38,39,40。从手势上来看呢，各位棋友请大家看，我们看这个快棋比赛啊，除了看盘上的棋，还可以看这个顶镜头双方下棋的这个气场。这个气场从哪儿看呢？从手势上看，我觉得白棋要赢。刚才这个手势，我一看呢，是伊田认为他自己认为他形势好。刚才那个手势，现在我确信应该白棋把这个挤完以后，把你刚才的劫，哎呦打，哎呦好样的！哎，黑棋走哪了？我刚才在点目走哪了、吃掉。对，就要吃接上。现在王磊踢这个劫了，嗯，那么就是说这个，不是他吃完以后白棋走哪了？白棋走这个，哦，白棋走这个，哦，我明白了，白棋必须要走这个，本来就必须，他有金鸡独立嘛，刚才就说了，那就是现在就是点清楚了，劫决定胜负，哎，因为刚才是点了是白棋先手，以为是这边便宜完了，对，你说的没错，因为我在专心翼翼的点目，没看见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现在这个棋我帮着本点上是白棋接住就白棋赢了，但是由于白棋拖完以后确实是，然后现在就这个劫基本上白棋可能能够打赢，是吗？我觉得现在问题是右下角啊，刚才出现了巨大的劫争，那么白棋已经把他的劫财啊可以说是耗尽了，现在又出现劫，从盘上的逻辑来说应该是黑棋劫财是不是可以啊？我觉得那个左边那个二路段啊诸如此类的都是劫啊，这个劫黑棋应该白棋应该能够打赢，这个我们发现呢，伊田纪基他下棋的速度频率又提高了，人家王磊刚下他马上就下，对，这就说明他又开始自我感觉良好了是啊，待会儿王磊在什么地方刮他一步他又开始这个那个，
我觉得呢，我们从这一信息当中啊，可以看出棋手的性格。对。因为围棋是文化嘛，它除了区分一个胜负，它这些过程啊，其实都是你看看看，注意它这个动作，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味道的，耐人寻味的。你看这一个免费的劫材吧，二路段又是一个两个。这个棋，王磊要是把劫接上呢，小华，这是亏还是便宜啊？劫接上，这是一目两目三目，这地方也是，一目两目，这肯定是输了。还是要打的，这必须要打住。提掉。这个劫黑棋打不赢，这个角上一段一个劫，两个劫，三个劫。一个劫，两个劫，我就怕你一个一个往下。四个劫，一个劫，两个劫，三个劫，四个劫。然后你这块大龙有两个劫，这劫怎么打？然后那个右上右边刚才那块活棋的地方还有一个劫，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劫。七个劫，你哪来的找我七个劫？所以这盘棋啊，假如最终是我们的王磊非常遗憾的输掉的话，那么要。报道这盘棋用文字报道就是本局是伊田纪吉用劫争击败了王磊，右下角巨大的劫，然后呢下边官子劫又在这耗着，他永远不补，是两个劫，两个劫，我们围棋它当中的一个术语叫劫，这个劫呢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汉字这个劫它本身那个意思，它是指这个下棋当中的一种现象。你比如说它不是我们所说的万劫不复的那个劫，围棋盘上如果叫万劫不复，基本上叫万劫不理不应，就是出现了巨大的劫争的时候啊，万劫不应或者是六亲不认，他就要把这个劫解消了，是说的这个意思。现在这一段是刚才华领队说的一个小劫材仓库是吧？对。你看这一个再立下去两个，然后再送吃三个，对我们，我觉得这个顶镜头方式啊特别好啊，是华领队，因为我们平常比如看棋，看的棋谱或者说网上看到棋，你不了解这些信息的话，你就知道一些盘上的技术是最终的胜负结果，嗯，而别的一些很有味道的东西呢，你就不见得知道了。对，事实上下棋的时候啊，那个对局室的那个气氛、那个气场这些啊。都是，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就都是很有味道的啊。对，但需要你去慢慢的品味，去品味，然后你去捕捉这些的信息。还有的时候，如果是两位高手对弈，其实我们棋友下棋也有这种感受，对方的这个，抬一下眉毛啊，咳一下嗽啊，这些有的时候你都会捕捉一些信息。那个王老师啊，我发现了黑棋能够找到的一个结的地方。哦，好啊。我们愿意听啊，但是这劫我估计也不够，我突然在这看着顶镜头，就刚才你那个挡那个取两目的那个地方，对，我挤你一下，你想什么？挤一下，他只有挡一路啊。然后我打吃一下，一个，这就两个劫了吧？哎，然后我在脚上就再铺一个，又一个劫了吧？三个劫了。哎，有三个劫，但三个劫好像我觉得无济于事，劫不够。你看，就这我刚才这说的有一个劫啊。即便是华领队给我们发现了三个劫材，你还是宣布我们劫材不高。对，不是你挤那个，人家挡一路啊，待会儿人家挤那一幕，你挤那一幕，我只没办法，那我叫轿，我还没把轿子又损了，这还是不行，这个肯定不行。好像是劫材稍差。什么叫前如计穷？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黑棋好像，以我的水平看，黑棋好像那还是用弹尽粮绝比较好。对，对，现在更合适的用词应该是弹尽粮绝，因为这劫材没有了。劫材没有。前如计穷了，应该是说没有招了，没有招了，是吧？对，在前面可以用。三四五六。哎呀。叫吃，哎，这个。这招棋其实啊，要说这招棋非常聪明啊，要真正纯粹就打劫而论的话，这招棋非常聪明，因为如果你打得晚的话，被人家碰在外头的话，还不行，这个再打就不是劫了。对，所以伊田纪吉刚才打这个劫啊，要说还有点问题，他应该先碰出这个假眼来。哦，对，哎，
那照你这个说法的话，你打吃的时候我就胖，哦，他应该胖，我就胖一个眼就完了，哎，然后把这结接住就行。但是他现在就是说他已经是不动脑子，他就觉得我这结够了，肯定能打赢啊啊，坚定信念。他认为够哈，嗯，但是我还在继续为我们王磊加油。从他的手势来判断的话，他既然也不点目了，那棋肯定是打得赢。是吗？打得赢，嗯，那他能赢半目，嗯，打赢他已经判断清楚了。嗯，但是各位棋友大家看啊，嗯，实际上我啊，嗯，看见这个局面，你要让我给我好多时间让我算清楚赢半步的话，嗯，实际上我很难做到。嗯，但是他们两位高手在30秒之内就能够看清楚。嗯，所以真的是很了不起啊。这可能是半步到一目半，好像不止半步，可能是吗？我的直觉刚才点了一下啊，嗯，我们现在就静静的看着他们这个，这个故事啊，这个大片继续演下去。嗯，题，那么读秒读到29的时候，黑棋必须寻找一枚劫材。是。2、3、4。几？但这枚劫材同时又送给对方一枚。嗯。嗯。比较有趣的是，这次就是亚洲杯啊。啊。嗯，新兵比较多。新兵多。真正，啊，因为一般那个亚洲杯啊，嗯，我觉得老兵比较多，以前的那惯例。嗯，而今年呢，除了孔杰和伊田基基。嗯。其他的那个五位棋手都是第一次参加亚洲杯啊，你是说新面孔？嗯，嗯，对，新兵指的是新面孔，是亚洲杯第一次参加。嗯，嗯，明天你看就是我们可能还不是特别熟悉的那个白鸿熙，就要对我们中国的那个 CCTV 的冠军钟文静。嗯嗯，那也是很好，很好看。嗯，是，他都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啊，哎呀，初生牛犊不畏虎啊，伊田基基的绰号就叫老虎。嗯，看来大家都不怕他。嗯，我觉得你的话经常是非常有道理的，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结决定了这盘棋的胜负，最后被你印证了啊，说对，希望借你的良言。对，现在我们白棋送给，就是说黑棋送给白棋个结，这个必好，我们必须接上。嗯。一提，这个我们这也不用大盘摆了，大家看着这个就足够了。如果刚才是一直看我们这个棋局的棋友呢，肯定会有印象。是，如果现在刚看的呢，看见这个犬牙交错哈，嗯，这个星罗棋布的棋盘呢，有点不知所云，确实，嗯，那得用好几分钟来整理这个线索。嗯，现在这个棋呢，就是细棋，大家分了好几块啊。我觉得这盘棋很可能在最近几年当中，它要破一个记录。嗯，什么进度呢？就是双方的目数之少，嗯，可能要破一个记录。对，但一般来说，双方目数之少都是战斗出来的。这盘棋好像并没有看见很那个的硝烟，嗯，暗战，嗯，在较劲是吧？冷战，哇！现在黑棋中间那团棋出现一个很少见的形状，就是我们从下边往中间数啊，嗯，就是它3、3得9，九个子。然后多出来一个子，10个子，数棋当中的一个标准形态。嗯，给你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数棋方式。对，对，小花你盯着啊，现在也不用盯了，嗯，我们大家都一块看。对，我们只要看我来数一下白棋的目。行，数一下白棋的目呢，嗯，我看它是不是破了最近的记录啊？嗯，白棋这一共有1、2、3、4、5、6、7、8、9、10、11、12，算它打胜这个结，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哎呦，35，你说的对呀，一方白棋居然只有35目，我觉得到我们中国金立手机杯围甲联赛这么重大这么精彩的比赛当中，一年400-500盘棋当中去找，嗯嗯，恐怕找不出一盘双方那么少的，就是白棋只有35目，嗯，可能找不出来。黑棋好像41吧，由此可以推断这盘棋双方都下得很细啊，嗯，小心翼翼啊。哎呦，左下角这个棋形像什么？左下角黑棋这个棋形，而且打不赢，打不赢，无奈的接住了，无奈啊，接住啊，接住，实在是没接了，白棋接住，嗯，好，现在全是两目的官子了，嗯，左下角这个棋形，小花好有一笔啊，黑棋啊，像是一个住宅的两居室，很有想象的空间。你，这个右边有一个两目，嗯，右边，然后中间挡住有一个一右三分之
也有三分之一目，有可能还有点细啊。嗯，哦，好，半不胜负啊。是是，刚才啊，我们这个于斌总教练在旁边跟我们说，这个棋还有点说不清楚。嗯，啊，因为刚才点目白棋已经点完，那我们再点一下黑棋，点错了一目棋。这个故事还没有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这十二目是肯定的。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几？这个是先手一目。三一。这个黑棋应该接上，不然白棋扑进去的话，它会损掉。哎呦，两目。九十十十一十二。黑棋四十二目，白棋三十五目，应该是七目。七目，我觉得应该是七目。是吧？嗯。但是刚才右下角这一带打劫啊，双方提过来提过去，你死我活的争，是不是有些目数咱俩没有算到啊？因为于斌九段既然他说了，那就是对的。因为于斌九段啊，他棋艺水平极高。嗯。其中一个特点就是目数特别清楚。嗯、对。铺就这个地方呢，虽然黑棋怎么着都是一目棋，但是铺完了之后，将来白棋在左上角一路挡的时候，多了一个提劫的可能性。王磊继续投钱，好样的，再收右边的两步，上边提一个子，嗯，你看当初这打劫亏了吧，这打将亏了吧，上边右上打将铺了一个亏了。哦，终于亏了 啊！说亏就是亏了，当时亏了就是亏了，打将就是不好。对对对，他这个亏啊，有的时候是要需要若干若干附加条件之后，嗯，才能够兑现。嗯，但是呢，棋局的变化往往就是他山不转水转，把这些所有因素给你凑齐了，最后你就是亏一点。嗯，本来白棋是需黑棋提过去的时候，白棋是需要挡一个的。好样的，王磊再抢两目，一冲，这是一目。那个什么叫寸土必争、寸土必争，黑棋必须团住，然后呢左下角白棋这个胖胖必须把这个一目棋侯掉，然后再挡住，这个棋就是再来点一点。哎呦，中间还有一个呢。哪？哦，王磊刚才这个又亏了。什么地方中间还有？搬两目亏了，中间他这个叫吃变成先手了，白棋这个一目多变成先手啊。哦，就王磊刚才那个应该挡住，是不是啊？对，现在他这个变成先手了。对，就是中间有一个很窄的巷道，要把它这个门关上，这个地方就算成是那个白棋的先手，因为他提过去是先手嘛，提过去是先手，对，没有什么目啊，现在就没了，现在我们可以静等着，连劫都没有了，没有，这底下有劫啊，底下你不是接不住吗？是不是有那个劫有关系？底下我哪里接不住啊？左边啊，左上角啊，啊。不是，就是白棋挡住，黑棋提嘛，白棋再提，黑棋接上嘛，白棋再接上嘛，就完了，这棋就下完了。我们就不管目数的准不准确，就数子吧。我们中国规则的数子是最清楚的。嗯。数目呢，实际上在我们看来仅供参考，仅供判断啊。最终要靠数子。11个单关。这个呢，如果是中国规则的话，假如白棋是输棋的话，现在提过来这个劫，如果他有劫财，理论上他这个劫可以一直扛到最后。1234。那么他会有目数上的利益。678。现在不用想了，玉田我估计下一招一定是接上。对对对。好，这样我们看双方收单关。这是18个单关，白棋黑棋收后，黑棋收后那就还有戏，黑棋收后不是六目就是八目吗？那这就有戏，刚才于斌九段来说不一定没戏哈，是吗？黑棋应该是八目、就是、现在刚才于斌九段在旁边说啊、嗯、说是我们赢半目、嗯、我们赢四分之三，白棋黑棋是黑棋收后，一共加这个4个单关20个单关。嗯嗯，哎呀，但是这盘棋如果是一田忌机九段输四分之三子的话，有点晕。他又平添好多华发呀。嗯。年纪轻轻的。没关系，他对棋很执着。他很执着，倒是、嗯、倒是，嗯，其实我们非常希望日本棋手啊，嗯，这个表现得更好，嗯、这样大家彼此切磋才能共同进步嘛。嗯，
哎，这个要接，哎呀，这个接，按照中国古棋规则，这个接可是好多好多目啊。嗯，对，分开了一块棋是要拔目的。嗯，黑棋收后。好，我们现在可以看棋场，哎，是收后吗？哎呦，好，这个是这个棋子一，这个棋子要把它救回来。白棋收，嗯，黑棋收后吗？我就说黑棋收后。黑棋接。黑棋站，白棋教师接，教师接，黑棋收后。哇、哦，黑棋赢四分之三次。哎呦，那我们今天要为王磊击接叫好啊！教师接上，谋了，没了，卒子。其实这个赢就是那点进去以后有关系啊，点进去被人家白棋这么加，黑棋总是爽。你说什么点？就二路点进去嘛，啊、就白棋、啊、白棋两块棋苦活肯定是有关系的啊。对对对，真奇怪这棋。奇怪、嗯，这个数子我们看看啊，陈一鸣在数子哈、嗯嗯。我们大家可以看看我们中国规则的数子哈、嗯。这个数子呢，第一个，他把棋子刨开的时候，尽可能的把它刨出便于成为实的这么一块区域。对。然后待会儿数子。就是这个区域刨完了数子的时候呢，尽可能把棋子码在一起，码成实的形状。你现在看见没有那个输了一天的那脸、哎对，就是给我们你看，这个就是电视的魅力。对对，他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就这表情，就是你如果边上底下加一个那个负罪语，哎，难以置信，他已经知道了。另外我看于之莹那个表情笑眯眯的，是不是小姑娘认为确实清楚了哈？那他肯定知道了。这个你跟在台上跟在底下点感觉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啊。嗯。哇，这个真的太富有戏剧性了，太好了。嗯，这个围棋啊，它就是从无声当中，嗯，这个显露出非常多的这种趣味、戏剧性、嗯、啊。对，现在给我们展示的是中国数字法，中国数字法。对，还有一种呢，就是点那个日本的那种把纸往里填的，嗯、还有一种仓棋的，这个有三种。嗯，这个是世界大赛，当然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棋友啊，嗯，大家下棋的时候，在数字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另外一种戏剧性。嗯，突然好几个子又不见了、嗯、没注意啊，掉地上了、嗯、会不会啊？这个说实在的、嗯、这个数子不是太专业、嗯、毕竟他们不是专业那个裁判啊、对对对对，但我们看的稍微有点眼花缭乱。嗯嗯，然后就最后直接告诉人家一田说你输半路、嗯、一田还好、啊、还好是对中国规则比较熟悉的。嗯，178嗯，175啊，176，对，没错，176，输了那个四分之一，就是黑棋胜了四分之三子，黑棋赢了四分之三子，是吧、嗯？没错吧？嗯，没错。好，没错，我们可要请主持人上台了。嗯、小花，你再确认一下。没错，是没错啊。反正他现在给我看，我们大家都看到这画面是六个子。好的，好的。哎呀，真是有戏剧性的一盘棋啊。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应该是王汝南这个裁判长要宣布本届，本次比赛的结果。嗯。哇，这个王磊真好啊！啊，顽强，挺笃定的。嗯。嘿。淡定是吧？嗯。哎，好的，各位棋友，咱们第23届亚洲杯电视快棋赛的第二盘棋，我们中国的王磊八段对伊田积极九段这个比赛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好，接下来的话题我们什么都不说，我们要有请主持人江毅登台。好，两位高手辛苦了啊。那正像我们在之前预料的那样啊，这盘比赛呢也确实是故事多多啊。这个故事呢是从开头讲到结尾啊，这个戏棋呢也是从开局一直到了最后的收官。当然王源老师和华老师呢在讲的过程中呢也是留给了我们很多的悬念，直到最后现在才一锤定音。那王磊呢是用小刀子拉肉的方法最终还是撼动了伊田老虎，我们也恭喜王磊。刚才呢华学明七段呢也是给我们在解说中介绍过啊，中国选手呢在历届在我们国内办的亚洲杯的比赛中呢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冠军，我们也希望孔杰、王磊和钟文静能够打破这个怪圈。那在明天的14:30呢，我们会将为大家继续带来孔杰与山田圭三生的比赛，也欢迎大家呢到时收看。好，再次感谢棋迷朋友的收看。